原标题：老照片三十年代迎接新年的泳装美女。当年的时尚女子，时间过得很快，又是一年新年。在这新年到来之际，特发上一组迎接新年的老照片。这老照片还真是有点老，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身穿泳装迎接新年的美女。展开全文，三十年代的泳装用现在的眼光看，还是多少偏于保守，充满着一种古朴的味道。不过在那个年代，能穿这样的泳装迎接新年，那都是当年走在时代前列的时尚女子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